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講英國新變種病毒嘅問題。咁就話呢種病毒咧，就喺個遺傳物質裏面咧，有17個地方變咗種。咁其中有一個變種咧，就會影響到新冠狀病毒表面嗰啲一支支嗰啲 S 蛋白嘅結構。咁就話咧，因為呢樣嘢咧，就可能影響呢個病毒比較容易傳染。咁所以咧，最近咧喺英格蘭東南部，咁啊新確診嘅新冠狀病毒病人咧，主要咧都係因為呢種咁嘅病毒去引起嘅。咁即係話呢種嘅病毒新變種咗之後咧，就有一個生存優勢。咁有見及此咧，英國嘅衛生大臣咧，咁就宣布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佢嘅措辭咧係比較嚴重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即係你都唔好咁講。咁因為咧，佢話就話個情況咧就 out of control， 即係失控啦。咁當然你咁講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人咧聽到就好驚。咁所以咧，大家都見到啦，漏夜好多人咧就去到倫敦嘅火車站離開倫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係話，除非呢扎人咧，就喺搭火車嘅時候全部戴足口罩啊，唔好成日傾偈啊，隔開好遠啊咁樣，或者咧就佢哋翻到去英國其他地方嘅時候咧，佢就自我隔離14日啦。咁如果冇做呢啲嘅話咧，咁大家都預計跟住一兩個星期之內咧，就可以見到呢種咁嘅新變種病毒咧喺英國各地咧都會就感染其他嘅人噶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話：喂，你呢個咁嘅新嘅病毒咧，令到咁多人感染，突然間確診嘅 case 多咁多咧，就係因為你之前咧打嗰個疫苗有關係啦，係疫苗引起嘅。嗱呢樣嘢咧就唔正確嘅。咁因為呢個變種咧，其實咧喺英國嗰方面咧，喺9月已經發覺到有嘅啦。咁你話啊，有冇搞錯？9月發覺有變種都唔宣布。嗱，大家要知道咧，新冠狀病毒係一種 RNA 病毒，佢變種咧就真係家常便飯啦，佢唔變種先至係新聞。即係話從呢個新冠狀病毒發現之後到今日咧，牽涉到 S 蛋白嘅變種咧，已經咧就超過4000單嘅啦。咁可以講俾大家知咧，大家唔好將變種呢個字一聽到咧，就諗住嗰啲荷里活電影啊，變種特工、變種咩咩怪物嗰啲就會咩出嚟。好多呢啲咁嘅變種咧，根本就無關痛癢嘅，即係話咧，佢變咗種咧，個病毒咧個感染性又一樣，致病嗰個病嘅嚴重程度一樣，即係唔重要嘅其實就。咁所以咧就唔能夠日日咧話有個變種就同大家講嘅。不過咁啱今次呢個變種咧，就似乎咧令到佢傳染性增大咗咁解啫。即係呢種咁嘅病毒株9月已經喺英國被發現的話咧，咁就不禁咧令人想到咧，其實呢幾個月之內咧，咁應該就唔少嘅人咧就由英國咧就帶住呢啲病毒搭飛機咧就去到世界好多其他嘅地方。就算你而家即刻封關咧，都未必真係能夠阻止到呢個病毒散播去全世界。咁但係話雖如此啊，咁大家咧都唔使話恐慌嘅，因為咧就冇證據顯示咧呢個咁嘅新變種病毒咧引起嘅病咧係嚴重一啲，亦都冇證據顯示咧呢個新病毒引起嘅肺炎咧個死亡率係大咗，即係話咧佢傳染性係多咗，傳得快一啲。咁但係咧傳染咗之後咧個病情咧其實同之前嗰啲係差唔多嘅啫。咁即係話大家咧就唔使恐慌嘅。之前我哋一路用開呢啲公共衛生措施，即係戴口罩、洗手、keep 住 distance 啦，呢啲方法咧就對呢個新變種病毒咧完全一樣有效嘅啫。咁不過咧，大家既然係擔心嘅話，就要做得足啲啦。咁好啦，跟住咧就有人話：，呢個咁嘅變種就會令到呢個新嘅 Pfizer 或者其他疫苗冇效。嗱，呢樣嘢咧個機會相當低嘅，點解咧？咁我就解釋俾大家知。咁大家知道咧，譬如而家我哋用緊呢個 Pfizer 呢個疫苗咧，其實咧佢係 mRNA 嘅疫苗啦，打咗入我哋身體裡面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嘅細胞咧就製造一啲新冠狀病毒表面嗰啲一支支嗰啲 S 蛋白出嚟咁樣。咁啊呢啲咁嘅 S 蛋白咧就會刺激我哋身體有個免疫反應。咁大家要知道，我哋身體針對呢個 S 蛋白嘅免疫反應咧，係多方位、多方面打擊嘅。咁即係話咧，一個新冠狀病毒嘅 S 蛋白咁大個分子咧，咁其實咧，我哋嘅身體嘅免疫系統攻擊佢嘅地方咧，可能咧有人攻擊呢笪地方，有人攻擊呢笪地方，有人攻擊下邊咁樣樣嘅。
咁即係話咧，即使呢只病毒啊，就算幾巴閉，佢變咗種點樣都好啦，佢都係影響 S 蛋白嘅其中一個小小嘅部分嘅啫。咁舉個例，即係話，如果假設呢個咁嘅病毒嘅 S 蛋白係一個人咁計啦，咁如果佢即係闖入咗我哋嘅身體，我哋身體如果已經係打咗針，我哋嘅免疫系統已經激化咗之後嘅話咧，咁其實咧，當佢闖入嚟打我哋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非常之淡馬噶啦，即係話咧，佢一闖入嚟，我哋就大把人招呼佢，即係有人咧就打頭，有人咧就會扭佢手臂。咁有人咧就踢佢要害咁樣，咁所以咧，即使個病毒變咗種，咁當佢真係呢個人變咗種咧，就長咗個頭盔出嚟咁樣樣啦，咁可以保護佢嘅頭。咁我哋嘅免疫系統咧，打頭嗰個人咧，就可能咧就冇辦法將佢打低，咁但係咧扭手臂踢要害嗰個人仲喺度噶嘛，所以咧就我哋相信咧，而家我哋用緊嘅疫苗咧，仍然咧係有效咧可以對付到呢啲新變種嘅新冠狀病毒嘅。不過話翻轉頭，既然佢咧係不斷咁樣變種嘅話咧，即係話佢複製出嚟嘅時候咧，好多甩漏嘅，即係話佢即係由於個病毒生另外一隻病毒出嚟嘅話咧，咁就下一代嘅病毒啦，硬係同佢有些少分別嘅。咁當然咧，就佢同佢有好多分別，呢扎病毒咧好多咧，其實咧就臨床性質上咧，譬如傳染性啊，引起個病嘅嚴重程度咧，同佢嗰個爸爸媽媽嗰個性質係一樣嘅啫。咁但係咧，難保咧經過千萬次、億萬次嘅複製之後咧，有一兩隻嘅新變種病毒咧，可能對佢嘅生存係有優勢，甚至咧可能引起啲更加嚴重嘅病都唔出奇嘅喎。咁有咩辦法可以防止呢樣嘢產生呢？咁其實咧好簡單，如果大家生活嘅地方咧有安全可靠嘅疫苗可以打嘅話咧，就建議大家打咗佢啦。因為咧病毒大量大量咁嘅複製咧，咁其中咧可能有一小部分咧先至能夠對佢嗰個生存咧係有優點嘅。唯一阻止呢樣嘢發生咧，就係大家都打咗疫苗嘅話咧，咁好少人感染呢個病毒。咁啲病毒唔能夠利用我哋嘅人體做實驗場，去生多啲一啲嘅後代出嚟，咁咪少咗一啲新變種對佢生存有優勢嘅病毒產生咯。雖然我都明白大家對疫苗咧係有少少嘅憂慮，咁但係而家嘅數據顯示咧，其實咧新呢啲 mRNA 疫苗咧，同埋呢個牛津疫苗咧，嗰個安全性係相當之高。如果大家對猶豫緊嘅話咧，咁咧就都可以重新考慮。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嘅收睇，請你留言、訂閱、點讚，咁同埋咧訂閱嘅時候咧撳埋個鐘仔，點選全部，下次再見，拜拜。